第六样是什么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公开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再揭晓。有爆点，反正这是一个金，那是个爆点，好紧张哦。金爆点的激情交叉点，你们经过五样蔬果之后，到时候一摊开来，你们会有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你们应该会很娇嗔的笑了一下，这样。要准备，预备，好紧张，还不能猜哦，好紧张，不能猜哦，队员是不能帮忙。冷静，在这条路上他是孤独的。好不好？我先，我先叫金姐姐回去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害羞哦。对啊，两个人好奇怪啊。害羞什么？地方做过这种事情，好多人哦，太不好意思。他没有在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做过。对呀，谁有啊？神经病。我现在要开始吹，我说吹。我现在开始要吹哨子。快一点哦！不是我可能话接太紧的啦。谁在地方做过这种事情？我开始要吹哨子了，各位。快一点！不能拿了，你那么兴奋什么了？准备。等一下，一定要按照比赛的规则。猜到的不能用。那我待会猜到的不能用。好，我们公平好了。再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要讲闲话了，就这样子。来，那拿着。那其他怎么办？你要小心翼翼啊。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给他嘛。好的。还有快点啦！小心啥给我？每一个都放一个。耶！笑屁！都没碰过，没有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害羞了。他可是真的很油啊！好，下一个，你要先捏住前面，因为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下一个，我管他的，管你做手脸还是手脚。我也做，不要，再来看，再来问。真的，完蛋！我觉得你很 OK， 我觉得。你用嘴巴咬啊！闭眼，撕不开。对啦，我真的会觉得我很粗暴啊！会不会觉得我很急啊？啊，去皮去包皮。哎，玉米叫包骨啊！包骨的皮不是包皮是什么？这样好像觉得我很饥渴。玉米真的，你觉得这段看起来有点痛？痛就是。你突然开心的起来是为什么？快点！我脸红。快，我们有爆点，我们有爆点。以这个速度，你已经怀孕了。老师，十分钟了，开始你好好展示一下你最后裁判的角色。重点吧，是那个。所以，以速度跟套的时候的过程大致的正确性来讲，我是觉得蓝队略胜一筹。我在拿蔬果开玩笑啊！我们用虔诚的心，我相信这次你的表现是实至名归的。女生套完，男生套。两位男士准备好了吗？可以进行游戏了吗？好吧，那听到声音开始喽。
小心哦。这种是你错的。变得那么娘了。不然的话，你都套不好的。看啊，套好。我骗你，套这个东西不是我在开玩笑。你手好巧哦。真的是做口碑的呢。你会比连静文快吗？我说大家肯定。很快的，哎，他在这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，我还可以检查呢，等一下。果然是世界纪录保持。我是觉得撕比较难，把它撕开很难。你不要这样想。对啊，手小啊，哥。可能你的技术真的好好。你真的。而且一路上啊，老师都非常慢工出细活，认真的在看。因为这个是世纪大对决，你知道吗？但为什么变成爱心？哎，我们有慢慢追上来了哦。去包皮，去包皮，先去包皮。你的手脚大腿不太巧了。被嫌弃呀！我不会连麦，你接。每次爆点都让我好期待哦！可以了，别加油啊！手太不要手慌，不要那个慌，拜托拜托，冷静，加油加油！这比赛太简单了，怎么就这样结束了？吹口哨吧！耶！你输得太惨了，你连你的大家伙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。你还没有看到爆点呢，输得太惨了。哎，怎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弄反了呢？你为什么整个在这一关？我时间拿得恰到好处。因为之前是你比较快的，所以你还是坚持把它按下去。你们都认为这个是正面的吗？要按下去吧。没有，我下不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因为那个入珠啊。没有，不是入珠入成玉米的样子啊。他们都很开心。但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你有看过露珠弄成玉米的样子？是想说给你试试看。好了，来吧，现场请老师来一下。看来我的大家伙，输要输得有面子。来，哇，小多了，这是 OK 的。而且你的没有套过安全。哎呦！会这样子的，他那个证明反正找不到。老师麻烦你评语一下了。真的吗？不是只有找不到吗？真的。这个结果非常明显。对啊，红队呢，虽然一开始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，但是到最后呢，还是获得胜利。迎头赶上了。对，迎头赶上了，而且你看他做的非常标准，前面没有空气，而且整个很服帖到底，这是最正确的。所以这一关是红队获胜。来，恭喜你，你很棒哦。好讨厌！我可以指导你。现在又换到女生组喽。刚才我是输给她的细腻啊。老实说，尺寸你也输了不少。好，在两边乔恩对上我们的黑辣椒，准备。黑辣椒，黑泥鳅，但是不很黑辣椒，是黑胡椒，预备。